那我们勤劳的小蜜蜂开始做饭了。今天有点不得劲儿，脑袋疼啊。还坚持给我们做饭了。整点柿子炒鸡蛋，我吃一个。这玩意儿就给拿了，拿一水烧柿子。那天我还买两个呢，我家就家没有。小玩意儿柿子基本上了。不是，关键是今年夏天没吃着柿子。真甜呢。他就那打电话说的，这爷俩光顾钓鱼了。钓一冰柜鱼了，哎呀，够吃一兜的。今天我们这小桌也休息，没上学。早上刚要上学，停电了，卷帘门打不开，放假一天，这乐坏了。这家打扮的可潮流了啊，背个小书包，穿个他老姑给买的防晒服，就整个那啥呀，头纱呀，扎腰上了。他一放假，这屋子你就造着。换几身装了，我看这床上全是衣服啊。我看动画片儿，天天。吃那个？吃哪个？吃糖不吃。吃糖不吃。天天不吃这个玩意儿。你中头那回炒这菜还搁糖？搁了。你这搁吗？开饭。这柿本身就不酸，带点甜味。嗯。今天我老公放假，这不停电吗？昨天全是停电。完，今天早上电还没来呢，学校的那个门打不开，完就放假一天。今天吃饭都看出眼了哈。嗯。这叫防晒服，这天天不离身。那上回上哈尔滨，他老姑给买了，这可歇了，天天穿。你发发烧吗？他说现在都疫情的又有那啥的，我们单位他们说都有阳的。说还是说今天检查可能肺子没事了，完第二天再做就白费。那咋什么？那是住院呗，治呗，就是病程非常快。那咋整？来，我老姑给我夹这块儿。你昨天晚上咬多少个包啊？妈呀！那蚊香吧，你搁不搁我头上了吗？嗯。你家太熏了，后来呢我就给他掐了，掐了这腿呀、啊，你胳膊这家。赖到自己。哼。你说是不是？嗯。昨天我们这没有电。楼上没电了，我们就上车库了。车库那一开始有电，我去给电动车再充点电。我就招呼钟小泉，我说的那个，咱们这头没电，上我妈那头去。完了那个，正好孩子还没吃饭呢，上那头去。干张我也不走吧，就搁那里边坐着。钟小泉，我说得走吧，要不一会儿你这都黑了，完晚上回来孩子还得睡觉。干着我也不走，等决定走了，我一回头，我说电动车咋不嗡嗡的呢？我说这没电了还是充满了呢？我就去了，我一打灯没电了，这决定走了，完车库门子还放不下了，哎，搁里待着吧。这群里头一直喊说的10点半、11点半来电，特别好。我领孩子上楼了，孩子得睡觉，我今第二天上学。自己搁车库里待到12点回来的，完来电给车库门子关上了。没有11点半。11点半呢？嗯。掐点儿。啊。主要这手机整没电来嘛，我说这咋整？有啥事再联系不上，怕你再电一下。哎。我张罗他得有10遍，我说钟小泉走吧，上妈那头去吧。俺就坐里不动弹。最后有人哪儿也没去上，自己搁车库里待半宿。
他妈蚊子给我咬的。那蚊香那玩意儿不行，我都呛鼻子。我后来把鼻子都捂上了，我寻思拉倒，我别给自己呛坏了。我直接让我给掐灭了。人家那个吧，是车库里边没有人的情况下，我点着它进苍蝇，影响啊。对呀、啊，要苍蝇的呀，就是苍蝇多它也。我说那药劲儿那么大吗？我这蚊香的，哎呀妈，这家伙熏的。咱们搁那里边吃完饭，那里边有苍蝇，它有味儿，它就有苍蝇。我点上就把车库关上，一宿基本上就完事儿了。也没说人搁里边呢。昨晚还冷，要不冻，有点感冒了。今天我这脑子也疼。闺女，你说这事赖谁？你说这个事赖谁？他不知道咋回事。为什么？不赖爸爸，不知道咋回事是吧？嗯。我就吃这玩意儿，我给你盛点米饭呢，你泡点。嗯。你看在学校吃东西还行。嗯。昨天早上去，我不知道我换座位了。中午早晨吃饭，我就找。我这孩子还哭呢，吃饭没吃呢。我就给他老师发信息，我说这俩人还哭吗？吃饭我没看见他呢。完，老师给我发个图片，搁最后一排吃呢。串座了，串最后一排的吗？哎呀妈，我说这长个了呗。没有，串尾了。他们位置是随便的。嗯。然后我说这我也没细看呢，他串位置了，我还上原来那位置找他去呢。上了个。到九月份，快一年了，还没适应，天天早上得哭一顿。今天早上不上学，爸，你跳那段舞好不好看？不好看。挺吓人的。嗯。我要逗你开心的嘛。这哥俩这不上学都搞定。哎，我上小学就是，今天十五啊，你那天放假，那时候就分大礼拜、小礼拜。你赶不赶上？嗯，我就赶上周六周日。你始终双休吗？嗯。我们上学那时候，小学的时候，一天，一周，比方这周是周日休，完下周是周六周日，大礼拜、小礼拜。你吵了？嗯。嗯，吃。能吃。那时候不光五一十一我们都管着，十一叫八个莫强假，五一就是勤工俭学。我们有捡黄豆假。捡黄豆那不就十一吗？十一呀。就八个莫强假，捡黄豆。等五一是查到样，但咱不敢五一放，就查到再到的时候，你可以再到啊，可以卖雪糕。那没干。完交多少钱？二十是四十。等上学完把钱一交。也有去干的，一天几块钱，十块吧。我没干过，十块八块，嗯，摘稻子。你干过吗？嗯。你要去摘得报名。我没下过地。我学校不领去了，上台出去摘稻子。谁用你？咋没人用呢？哎呀，那年那个上姨老家，姨老家那个。前面不就是那个肉联厂吗？哎呀，那时候那院儿，那时候那院儿就不咋生产，里头全是草。我们上里头玩儿，它那是拱形的，把那大墙都钻进去。
我们在那玩，还有谁？双东双明我们姐上游玩，完了那里头全是车间子，就那草。完这帮人就是妈他们，还有人大舅他们，就进去，还有老吉，就进去撸去了。完撸完了叫对象去了，我们姐马成后了。我这可找着好地方。现在没有。咱们那时候不得上到哪儿吗？上地头子吗？嗯、地头子好有，这车辙那地方，车前子。不吃了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现在也有，就少了。我打农药都药死了，每天哪打农药？吃两口饭了，今天怎么能吃？我这鸡蛋都吃不动。咱家一年吃鸡蛋都不如别人家十二年了。嗯呢，咱家这鸡蛋吃为主。今天早上周文涛现在几个俩是仨呀鸡蛋？他煮得煮有个。那是给咱俩都带上的。嗯。今天早上。自己整饭不用我做饭，自己煮鸡蛋喝牛奶。原先早上都不吃，现在整挺有规律。正爱吃饭。完了烤两个面包片吧，是不烤啊、嗯、还是那么吃？烤。那叫什么全麦面包啊？吃完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他把衣服整埋下来，都趴桌子底下了，怕看着，在那挡着呢。那吃完饭了，又给他儿子开始整药了。哎，那个小袋的呢？哪个小袋啊？就是我那天你两个对象不大点儿吗？那我不知道啊，这不是不是这个吗？不是，那不知道。那整完了吧，也不收拾，可哪嘎撇。我搁桌子上。那你搁桌子上，我是真没看见呢。啊，开始了，翻箱倒柜。你袋儿不肯定是没扔吗？没有，那扔不扔我也不知道。找着了，我看这是不是不是，我在这儿就忘了，自己拿搁桌子上的，完了可哪找，我也真服了。啊，你大伙儿这秤用上了，这还挺准的。叫老父亲，先嫩再搁东西，教你好几遍了，这打糖分罐子还搁这，专业重要人。中医，老中医，专业人不干专业事。嗯，这天天的，一直不差。哎呀，哎，你咋这么笨呢？你搁多少颗？你抓往那秤顶上搁，它不就出来了吗？这一剪，这总数一剪，不就磕住跟谁用啊？你不会用这话。我都会用加法。你用颗，这是36颗，你剩36颗。是知道。你还一点往上减啊？这些是不高兴。嗯。嗯。哎呀妈，还差那点儿了吗？肯定死理儿，我知道你儿子可像谁。下头你干啥给我认真？嗯，老认真了。这是药。是，我知道是药。不是别的。那你这个要是多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往出拿，完了再往那个罐里放，对不对？这玩意儿不好整。不用讲了，咱那天我说又掰了，给我手都掰了。这叫多少啊？30颗呀、啊？不是，这是10颗，10颗。啊，还搅呢。行，差零点二。哎，哎呀妈，正好。这呀，这掐的真准。你说我这泡一个呢？正好那个先煎的也好了，给它搁里一整。
这个得先熬一个多小时，这个泡上，这个再给它熬一个多小时，那一下锅就妥了。